完了完了，今天要高考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快点换上衣服，考试去了。糟了糟了，忘拿书包了。哎，早饭就不吃了，要不然来来不及了。快一点快一点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开车去？其实我是骑自行车。这里加速了。好了，就停这里吧，赶紧进去吧。还好还好，没有迟到，要不然就惨了。终于要开始了，做题中。哎，终于考完了，可以放松一下了，准备回家了。巡演，哎，是王伯伯啊。巡演，今天考得怎么样啊？感觉还好，应该可以考个好大学上。王伯伯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吧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累啊，赶紧回家打把游戏休息一下。赶紧叫兄弟们上号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准备睡觉吧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天也不想吃饭，不管了，睡觉，晚安啦。